为了让花莲的偏乡孩童有更稳定的教育环境，林诗红成武基金会在花莲县青年发展咨询委员会的委员王沈刚竹的牵引之下，9号是来到了水源国小、同盟国小、同南国小，赞助了深八谷篮球框、羽毛球拍和运动的训练器材，希望能够把满满的爱心带进偏乡的部落。成武基金会9号一天则是来到嘉里国小、水源国小、同盟国小和同仁国小，来针对小朋友需要的运动器材和深八谷，来关心秀峰乡最南区的孩童们的教育环境。而这次有花莲县青年发展咨询委员王沈刚竹、花莲县原住民桃埔格机关劳务劳动合作社总干事蔡真林、前秀峰乡民代表会副主席王沈志的带领之下，来到同盟国小进行关怀。秀峰乡长王明贵、成武基金会创办人林思宏、同盟国小校长黄金松共同来办理捐赠活动。对我们秀峰乡印象非常深，我想他现在很有成就，所以他把爱心还是关怀到我们秀峰乡，在这里我真的要代表我们秀峰乡说声谢谢，很感谢，让我们的小朋友在学习的过程里面需要的设备或是文具，那林思宏医师他都不会忘记，小朋友的需要都会赶快来协助我们各部落的小孩。在这次的捐助里面，他们真的捐助了我们同盟国小深八谷的一些设备，因为长期来小朋友都一直在练习，那在这时间都找不到一个捐赠者，真的林思宏医师第一次听到之后就马上来协助，我想真的是由衷的感激。我刚刚也有大声的呼吁我们的小朋友，将来如果成为有用的人、有成就了，也不要忘记，就要跟林思宏医师一样，把爱来捐赠给我们，回到我们的部落来，或是真正需要的人。我们针对这个深八谷队这个同盟国小梦想谷队的服装啊，还有设备，包含深八谷，我们都做一些更新哈。这个也用了很多年了这个小朋友很认真练习，那有些谷也都破掉了，所以我们会希望借由这次的圆梦计划来帮助这个学校能够更新设备，让这个同学们在表演的时候可以有更好的设备，有更精湛的演出。很开心成武基金会林思宏院长与团队们来到花莲秀林乡部落，与原住民合作社一起来关怀这些国小的小将们，还有我们的秀林乡大家长王玫瑰乡长一同来参与圆梦计划活动。那其实部落里面小孩生长环境都不太一样，有隔代教养、单亲家庭、寄养家庭，也有双亲家庭，但家中小孩很多，他上来讲不是很完整。那很多部落家庭吃得饱、穿得暖就好了，但这已经应该是说，这孩子也是需要一技之长啊。可能读书没有办法很厉害，但对于运动或才艺这一块却是很擅长的。小将们需要的是机会，因为看见老师还有教练和学生们的努力，成武基金会和原住民合作社一起来朝着目标前进，培育下一个台湾之光。来到同盟国小，在校长黄青松的带领之下，全校师生们以泰鲁格族深八谷来热情欢迎来自台北的贵宾们，以原住民的热情来展现大家的热情。校长除了致上感谢状之外，同盟国小师生们也致上精美的手工艺品给在场贵宾们，同时也感谢他们每年来这里关心他们，致上满满的爱心。记者蒋永全报道。